原理 B 白努力定律 C 表面张力。哇，好漂亮哦！哎呀，还用说啊？颜色都跑出来了！哇，好漂亮哦！对呀，噔噔，好漂亮哦！服务员，等一下啦！耶，很漂亮哦！我们有点得意忘形了。刚刚的图案本来还蛮有艺术感的，现在变番茄字了啦！怎么会变成这样啊？你直接公布答案啦、啊！我要去收拾我心碎的残局了。哦，对对对对对，哎，你有没有答对啊？答案就是表面张力哦。这表面张力是什么意思啊？表面张力呢，是指液体它会有使表面积收缩的力量，而每一种不同的液体啊，它的表面张力的大小也都不一样哦。这就是为什么牛奶的颜料遇到洗碗巾的时候就会这样砰砰砰砰砰发生追逐战的原因哦。哦，原来是这样哦。嗯，水具有一种使表面收缩的力量，这就是表面张力。不只是水哦，是所有的液体哦。所有的液体都是哦。嗯，那我知道了。哎，表面张力在这里，对不对？没错。这啊，就是一种表面张力的证明。嗯，那我们就试试看看生活中的表面张力在哪里。表面张力就在这颗大水珠上。表面张力在水杯上。表面张力在圆鼓鼓的水面上。表面张力在我的脚上，小朋友请勿模仿哦。我是水龙头，表面张力在我流出的每一滴水上。表面张力就在我的泡泡里。也好，因为有表面张力，所以我们变成快乐跳跃的水滴。原来啊，表面张力就藏在每天的生活里。这里有一个十块钱呢。哎 ，Hello。哎，子欣、亮亮，你们来啦。嗯，博仁哥哥，你们有谁掉了钱吗？掉了钱？我倒是没有掉了钱啊。哎，不过我想到了一个跟钱有关的表面张力哦。咦，钱竟然有表面张力？对啊。所以钱会越变越大吗？哎，我跟你说。等一下，等一下，千万不要被博仁哥哥误导喽。钱怎么可能会有表面张力呢？哎呀，别忘了我们。说过表面张力是会在哪里才有呢？液体，没错。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啦、啊。哎、我现在准备了四支吸管，来，我们先一人拿一支。好，来，那麻烦子清把硬币借我一下。鱼，表面张力就在这里。我们现在手上都有吸管了，对不对？待会儿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滴一滴水在钱币上面，看谁滴到把水滴溢出来的时候的那一个人就算输了。那输的人呢，就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哦，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游戏开始喽。我先开始。好，小心，小心。哦，好了，换子清。咦？小心啊！哎呀，没有，快点，好紧张哦！小心吓他一下。哎，哇，成功了！小心。哎，博仁哥哥，如果你自己输了的话，加油加油！压力有点大，不好笑哦。哎，我是不是非常的
老手呢？还没。子清。不要碰桌子哦！一起出来了。好了，那这一局就是亮亮输喽。亮亮，你要接受惩罚，回答我一个问题。好，请问一下，我想一想哦，在这个钱币上的表面张力在哪里？表面张力就在钱币上面那个大水球上面。Bingo！ 波浪哥哥，可是为什么钱币上的水到最后会漏出来啊？这个问题嘛，问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圆融姐姐好像很想回答这个问题耶，我们给圆融姐姐一个机会。好，对，我真的好想回答这个问题哦。那答案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大水球啊，它的重量啊，已经超过水本身的表面张力的时候，承受不住啦，就会掉出来咯。不过格伦哥哥，我要再次强调哦。这个有表面张力的不是钱币，是上面的水。对不起啊，不实广告。我只是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对不起哦。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所有的水啊、泡泡啊，好像都是圆形的，对不对？对耶，好像都没有看过三角形跟正方形的。对啊。对啊，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请教专家吧。老师，我有问题。为什么所有的水滴跟泡泡都是圆形的呢？好，那泡泡为什么是圆的呢？它其实那就是因为表面张力。那到底什么是表面张力呢？那我们来看一分钟的动画就知道了。一动你就懂表面张力。一体具有一种使表面积收缩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叫做表面张力。水的表面张力让水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向内缩成最小的表面积，让自己处于低能量的稳定状态。表面张力也可以说是一体表面大扩张的力量哦。小偶体积的各种形状比一比，表面积最小的形状是圆形，这就是为什么水滴和泡泡的形状都是圆的。当表面张力大于水面上物体的重量时，物体就会浮在水面上。勤工高手水敏就是利用他的六条长腿增加和水的接触面积而练就水上轻功的本领哦。但可要小心破坏表面张力的物质入侵，这会让水敏坐立难安，甚至一不小心就掉进水里哦。黄冈老师好。大家好。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所以水珠跟泡泡会是圆形的，那是因为表面张力让液体越缩越小吗？没错，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表面张力，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哈，那其实是分子间的一种内聚力。内聚力，那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对不对？好，那老师告诉你们，来，大家现在玩一个游戏，来，手牵着手，来，手牵手，好，来，放大尽量大。当我们没有内聚力的时候，我们可以乱七八糟的形状。对的。但是当我们现在有内聚力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力往前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缩成最小的面积？对，这就是分子间的内聚力造成它的表面张力。这样懂了吗？懂。老师，如果表面张力是一种力的话，那我们要怎么看见力在哪里呀？好，表面张力在哪里呢？来看，老师现在有这一个东西哦，我们来做这一个实验。现在呢，你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泡泡水里面，拿起来，然后呢，就会形成两个泡沫。好，两个薄膜呢，你只要戳破其中一个，然后你去看这条棉线会发生什么作用，好不好？这样就知道了。OK， 来开始。泡泡被棉线分一半，然后这边再拉进去，有没有？好，这样知道了吗？有没有发现到？你看，子清这一个最明显了啊！你看，当它戳破了右边的时候呢，棉线往哪里跑？左边，往左边跑。为什么？
表面张力。对的，因为右边没有张力了，只有左边有张力，所以就拉向左边了。这样看得到了吗？看得到。好，还有一个，来再看这一个，这一个呢更好玩。现在这一边你看到没有？这一个。好，等一下呢，你们把它拉到差不多做个中间。好，拉到中间一样。啊，当你有泡沫的时候呢，往外拉，往外拉，然后手再放开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它会发生一个作用，什么作用？你们玩玩看，做做实验就知道了，好不好？好，好，开始。什么作用？先放进去，先放进去。哦，可以，来再一次。有没有？有哎。刚刚你们已经玩过这个，对不对？把它泡沫往外拉的时候，手一放，它结果怎么样呢？它就收回去啊。收回去，为什么呢？因为表面张力。哎，答对了，就是表面张力把它拉回去。这样了解了吗？了解。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表面张力这个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对，可以改变。怎么说？而且呢，不同的东西还可以改变的情况还不一样。哦，这样好不好？好。老师准备几样东西，那你们来玩玩看。又在做实验，好耶！这样子好。做实验，谁上跑的胶粉破坏水的表面张力实验？哎，这就是老师要让我们玩的游戏哦。你看，这里有四管液体：洗碗巾、小苏打水、牛奶、醋。然后呢？我们现在四个人赶快选择自己想要用的液体哦，快点！我想要，那我要洗碗机。好，那我们先换位置。说你要前面的牛奶吗？哎，那我就只好选醋喽。那等一下我们就拿起这个滴管，然后可以吸自己的液体滴到这里面。好，看谁可以把胡椒吓跑，跑得最远呢？那我先开始。好，你先。这是醋哦，吸很多。你看醋效果怎么样？你的胡椒怎么好像感觉都没有跑掉？哎，一点都不害怕。这个游戏真的是这样玩的吗？好，试试看。好，那麻烦子清试试看。这个胡椒好像不太怕牛奶。我来看看我的小苏打水哦，我一定是第一名啊。一定是啊。来啊，你们看到预备备，一二三。还是没有，好像也还好。来了，那我们看现在亮亮。换我了。对啊，真的这样他就会跑走吗？他的胡椒跑超远呢。哇！这样看起来，胡椒最害怕的是洗碗机。这表示这盘水的表面张力是变大还是变小了呢？我觉得是变小。为什么？因为中间的表面张力被破坏了，没有力气的人就被牵着走啦。哎，也可以这样说。而且啊，因为周围的水的表面张力没有被破坏，所以还是可以把胡椒粉拉着跑哦。老师，我们找到答案了。哎，老师，好。老师，我们刚刚发现了这四种液体中啊，洗碗巾的表面张力最小。老师，我有问题。洗碗巾的清洁原理也是运用表面张力发明的吗？对的，不过呢，它只有前半段，后半段的清洁的效果就不是咯。那是什么意思啊？刚刚你们已经做实验已经知道了哈，洗碗巾是最能够破坏表面张力的，没有错。那洗衣的效果呢，也是利用呢清洁剂先破坏了水的表面张力，让它很容易进入到衣服的纤维里面去。这样懂了吗？懂了。这样子好了，我做一个实验给你们看，好不好？服务员，麻烦你帮我准备一杯干净的水。好。老师，我动作很快。好，很好。做什么呢？你们看一下，你们先看哦。我现在那亮亮的衣服呢，向着你们。现在老师呢，把它沾湿。喷上去的时候，你看它会不会出现水珠？好，有水珠就是因为呢，这个水的表面张力造成的，对不对？你看哦，好，有没有水珠啊？有没有水珠？有哎，有，对不对？亮亮的衣服，亮亮的，对。好，那现在呢，我来用清洁剂，用洗碗巾，你看我一样喷上去，我们把它弄掉，把它弄掉。好，
那我现在用清洁剂哦，你会发现到那个水珠呢几乎不出现，它马上进去了。对不对？哎，真的马上进去了，对不对？马上进去了，对，这个就是它的用途，这样了解了吗？了解了，很好。那子欣，你有没有问题？老师，水米可以在水上走，是因为表面张力的关系吗？水米有几只脚？六只。六只脚，所以它表面张力的面积就蛮大的，这样懂了吗？嗯。那如果水米只剩四只脚，还可以在水上走吗？这个问题很好。首先哦，水米四只脚能不能活我不知道，知道吗？但是呢，水米如果真的四只脚，那也不一定会沉或者会浮，就要看它本身的体重有多大。啊，老师，那这个意思是，如果水米吃太饱或者是太胖的话，它也会沉下去哦。那我现在呢，我出了一个问题给你们，好不好？现在这是什么东西？回纹针。回纹针，对不对？想办法让它能够浮在水面上。回纹针浮在水面上，很难，对不对？试试看。给你们一个提示，什么提示呢？就是刚刚子清问到的水敏的问题。那是什么意思啊？好，就这样子了，交给你了，来，亮亮。好的，我来试，我决定，我一定要成功。加油！科学好好玩，回纹针水上轻功大对决。哎呀，都已经沉下去这么多了，到底要有什么方法才可以让它浮起来啊？老师说过啊，我想到了。我知道了，我成功了，好厉害！你看，哎，见证奇迹的时刻开始喽！看好喽！哇，好厉害！是不是回纹针浮在水面上了吧？哎，等一下，这有很难吗？看起来很简单呢。哎，哪有很简单啊？不然你们来试试看啊！这边好多回纹针，你们自己慢慢看。好啊，好啊，试试看。先放到这里。哎呀，你们看吧，我就说我很厉害吧。哎，为什么我的都一直沉下去，你的回纹针就可以浮起来呢？你们可以动动脑想想看，黄刚老师刚才有跟我们说那个水敏轻功的秘密啊。哎，我知道了，是不是要增加回纹针跟水的接触面积啊？方向正确哦。而且啊，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工具，有没有看到？等一下就是要让你们自己练习，看谁可以最快让回纹针浮在水面上哦。计时一分钟，开始。快点，快点！我这边有很多工具，看你这也要使用一下。说要怎么用啊？两组都已经发现了回纹针可以浮在水上的秘密。哎，要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玩一个比赛。我们来用刚才我们的两组各自的小秘密，在两分钟以内看谁的回纹针可以在水面上浮的最多，好不好？好。好，那现在游戏开始 ，Go！ 从这里试试看。哎，你看，你看，你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漂亮，哈哈哈哈哈！没有速度，你太粗鲁了。哈，你不要那么粗鲁啊你！应该可以了吧？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下去啊。他什么时候停？你弄，你弄，太可怕了。现在还有，那我们两遍，多一个是一个 ，yes。不要动了。时间到。
好了好了，现在我们两组都已经放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成绩怎么样哦。哎，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组的。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很厉害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子清来发表一下得奖感言。好，我要谢谢亮亮，一次放那么多，让我可以后来居上。哎，等一下，老师，我有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铺那个卫生纸啊，可以一直丢，一直丢回文珍，它都不会沉下去啊？那你的问题呢，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卫生纸造成的浮力。那么你的回文针放在上面的时候呢，当卫生纸沉下去的时候，你都没有破坏它的表面张力，那这样子自然的呢，回文针就可以浮在水的表面上了，这样你懂了吗？对耶。对啊，老师，我有问题，为什么我常常把回文针放在水面上，一两秒钟就沉下去了？好，子清，你的问题是，其实是因为你的叶子在放进去以前，你可能已经脏了，所以这样子就破坏了水的表面张力。所以呢，老师其实建议你，在放进去以前，使用叶子以前呢，先把叶子处理干净，或者你的手先洗干净，这样效果就会出现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啊！谢谢老师。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预备，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让回文珍先谢幕啊！你好主意，每一二三，咻！生活里面还有什么好玩的科学游戏呢？生活里的科学，我们下次见哦，拜拜！预备 ，Go！ 哎，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刚才是倒了什么东西，才可以让回文珍跟我们一起谢幕呢？想想看哦，拜拜，拜拜。液体具有一种使表面积收缩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叫做表面张力。水的表面张力让水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向内缩成最小的表面积，让自己处于低能量的稳定状态。所以表面张力也可以说是液体表面抵抗扩张的力量哦。相同体积的各种形状比一比，表面积最小的形状是圆形。这就是为什么水滴或泡泡的形状都是圆的。当表面张力大于水面上物体的重量时，物体就会浮在水面上。青蛙高手水敏就是利用它的六条长腿增加和水的接触面积，而研究水